有点累，大家。但是我还没有整理完，我等一下继续整理。加油！我今天是走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风格，但是我刚刚就找了一顶帽，找到一顶帽子，我就戴了。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外套，然后我又穿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混搭风。我喜欢我今天的眼妆，哈哈！大家有觉得哪里不一样吗？没有，对，你们最聪明了。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差别，看一下，比较，我加了一点，我努力的画了卧蚕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谢喽！我没有拍，它其实现在还是很乱，就是。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就翻箱倒柜，把一堆东西全部拿出来，然后该丢的丢丢，整理的整理，然后再塞回去。但是我现在就是停在一堆东西出来的阶段，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世界大战。我也觉得我很适合戴帽子，戴什么都好看啊！哈哈哈，没事啊。以前三号就说我戴帽子很好看，戴什么帽子都很好看。三号真的是很懂哎。先知，三号是先知吧？神奇的先知。可我这样看起来就很老，我这样看起来大概有20岁，但是17岁呀，我是17岁。我昨天晚上在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真的很可爱。但是我就是你知道，看小时候的照片就会想说，你是哪一位？就是你谁这样子。笑死！我就想说，这是我吗？这长得不太像我哎，这你确定这是我？看三号有没有要分享一下？不是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说比实际年龄老，就是昨天晚上，我今天才开始打扫。就是呢，我想说，明天除夕，我今天就把它打扫完。但是我发现，好像应该勉强可以今天打扫完，但是有点小勉强。而且我刚刚还忘记我要直播，我刚刚整理到6:30，就我今天要直播哦，笑死！我就我要直播，哇，我珍妮佛罗培兹我都忘记了，放假放到忘记，幸好我还记得要直播。我是聪明的孩子，晚安大家。大家都在整理房间吗？大家小年夜的时候都在干嘛？嗨，本王，谢谢本王的带你去流浪。真的吗？我今天是可爱还是美？有什么事还没做？什么？什么？我还没做什么事？好的，今天不是已经放假了吗？不是小年夜，今天不是放假了吗？今天是帅气，今天帅气，哪天不可爱？有时候啊，傻眼，那要整理一下，不是什么除夕前，除夕要整理，因为我除夕不会整理。可是我就是刚刚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就找到这顶帽子，然后我就戴上它了，哈哈。对，我就是平常不整理房间的人，怎么样？偶尔大扫除比较过瘾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平常会努力整理，因为我每次整理完一下就弄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可能昨天整理好，你明天就乱了，所以我就没铺。好，我会努力，我要汲取教训，我要汲取教训，我就不要一直弄乱它了。我是弄乱房间大师。谢谢空白的纸仆的守护灵，真的超容易弄乱房间哎，就是，哎，我也一直这样觉得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有一种习俗，就要过新年了，总是要除旧布新一下。而且我这个房间真的是有一点，说不定我整理完我的运势就会变好之类的，改变一下运势，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但我。我乱中有序吗？我刚刚整理的时候就找到了很多，就是旧，因为我刚才偏向整理衣服，然后发现
哇，我最近普罗培做的衣服超爆多，然后我就有一堆我根本已经就是把它忘记在那边很久了，就是我有这件衣服，什么银行硬件这样的啥，对，心灵的除旧布新，也顺便让这个环境，你懂吗？那个风水、那个气场、磁场，随便，反正就是你那个环境好了，人也会好嘛，就整理一下这样子，不然就乱乱的，人也会乱乱的。可能我需要改运一下，我就整理一下，可能会有不同的运势。希望新的一年布丁的运势能够旺旺旺。哈？真的哦，可是没关系，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有些东西就是你一直找可能找不到，但是某一天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就浮出来了，就是你再等等看吧。对啊，整理后感觉心情会变好，然后整个气氛，而且我房间很大，超大的，我房间超大的，什么看到我心？傻眼，因为我乱乱的，所以你就乱乱的，是不是？什么汪汪汪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房间有点太大了，所以东西就太多了，所以就整理不完。欸，我真的有找过钱。我房间多大、啊？我不知道欸，几平啊？道具组六平那么大哦。我真的觉得我其实不需要那么大，就是它越大，我东西越多，越整理不完。有时候真的会整理到钱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整理到钱，因为我最近是在整理衣服，是不用骑脚踏车啦。可是你知道太大，就是东西很多，你知道整理不完。你知道如果平常人假如说他的房间没有很大，可能一下就整理完，我可能要花两倍的时间。找到中奖的发票，你怎么知道他中奖？你有去对哦？不是啊，可是就是，可是我家很小，但是我房间很大。我家没有很大，但是我房间很大。一千块红包，那你领什么奖学金？先不要好不好？我这里好了，我这里空间是蛮大的，但是我自己就有点自顾不暇了。谢谢大家。没有啊，就有时候可能口袋突然翻出，或是包包里突然翻出啊、哦，钱钱 ，money money， 对啊，东西太多了就整理不完，笑死，那个望尘莫及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小咖，哎，没有人来过我家，我家不开放，因为太乱了，因为平常就乱乱的，然后就乱乱的，所以。基本上不会有人来我家，就是通常只会去阿公家，阿公家在楼上，因为阿公家很干净，就是一个非常空间大又干净。购布丁加寻宝，笑死！可有时候只有100块之类的，没关系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整理干净，然后我就有新家，假装自己有一个新家。而且我刚刚就是一直把我的那个什么抽屉都清空，我的衣柜，就是我刚刚在整理衣服啊，就丢了超多衣服，就是丢到那个旧衣回收，有些是我小时候的衣，也不是小时候，就是十三十四的衣服，但是那种衣服现在就不太适合穿了，或者是就是风格有点。太年龄太小了，现在好像不太适合穿。就假如说那种，可爱的小蓬蓬裙，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会穿到了。没有，就是没有衣柜是就是一直放着，但是就没有去。平常整理的可能是整理表面，我今天是深入内层的整理。就是每次都，我今天是彻底的断舍离，每次都想说，哦，这个再留一下，这个再留一下，然后就留到现在，好吧，还是丢掉。对，听说正面的房间，我真的是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的赞同这句话，因为我的房间真的有点乱，乱爆了。
但是我一定会把它整理干净。我要成长，十七岁还没十七，十六而潮，要十七岁要整理好房间。怎么每次表演 ？Hello， 透露讲，晚安。今天小年夜，每天都除夕，开心哎，过年了。大家过年会去哪里？你是知道其他人家多乱哦。对，我要整理完再睡觉。我今天必须完成它，因为我一直拖很久。我以前刚开始放寒假，哦，好，我要来整理房间。我说，嗯，我除夕前一定要整理好房间，然后就到今天了。哇，这里菠萝配置，去踩点，踩什么？踩家里的点。你可以去跟哆啦 A 梦借任意门，然后你就可以到了。但是哆啦 A 梦在哪里呢？谢谢茄子的四叶草。初二上班会不会太早啊？哦，你说宜兰那个哦？哦，南投，哎，没有，我南投po完了，我南投就只去了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鸟居，就是穿浴衣的地方，还有跟那个鲤鱼潭跟那个观音瀑布。我好像只去这三个地方，对，我只拍了这三个地方的照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南投好好拍哦，就是我那些照片，我最近 po 的那个南投的照片，就是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po 出来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哎，这可以 po 啊，就哦，之前只 po 了寓意的照片，然后就没有再 po 了。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想说，哦，这个要 po， 然后结果后来就忘记，然后就拜拜了。南投真的蛮远的，有一小段距离。嗯，其实宜兰有很多还没跑，就是在那个餐厅，然后对那个餐厅拍很多，但是都长一样，就是造型都长一样，就不想拍太多差不多的东西。晚安，游戏嘻喽。今天是一个整理的日子，有点累，哈哈。平常都没怎么累，真假的那么近，那你可以去啊。我以前国小，对，我国小的婢女去南投，哎，我快要去婢女了 ，Oh my god， 有点快哦。可是就长得差不多啊，有如果我有缺库存的话再po。大家要记得去 IG 按赞女仆的贴文。对啊，而且很容易过敏，就是很容易就是灰尘一飘过来，然后就阿啾阿啾。我国小的时候婢女去南投，对，就去那个啊妖怪屯，还有什么啊？那个啦，九族文化村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。说的也是，好啦，我会丢现实。谢老九蛋，好啦，还有一年多，但我会戴口罩打扫，就那个什么，遮得满满满。你说什么遮的碧绿？肯定，我没有去过肯定哎，赞哦！大家要指定布丁女仆装，哎，我第一次穿女仆装，真的是小害羞呢。你可以办十个账号，又可以按十个爱心，前提是你要去办账号。谢谢朱莉恩的爆竹，我也觉得我那样蛮可爱的，就是一个可爱的。pose， 茄子有很多账号，茄子有几个账号？他不只有十个账号是吗？他有二十个账号吗？他有很多个账号吗？每次都很可爱，谢谢大家，笑死！
我最近决定，我就是偶尔露额头，偶尔不露额头，好了，这样还不错。就我心情，按照我的心情转化，我今天不想要刘海就不要刘海，我决定了，哈哈。造谣，你有几个账号？我有很多账号，就是排版，然后还有那种追踪别人的账号，各种账号。傻眼，不可爱一样会买，哪次不可爱？哪次不可爱啊？哪次不可爱？都很可爱啊！我是可爱的人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很笨笨的事，不是笨笨，就很好笑的事情。就我现在不是有戴牙套吗？然后医生叫我把每次的牙套都留起来，然后我刚刚，因为我刚刚清空了我的柜子，然后要重新摆东西，我就想说，我把一个柜子拿来摆我的牙套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牙套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然后这样排满了整个柜子，哇，就很舒服哎，就是。但是我浪费了一个柜子，但是看了就心情很好哎，就是排得整整齐齐的。它是有袋子包啦，所以不是牙套那样。我其实也可以摆看看，到底就是变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它是有套有那个包装包起来，所以你看不到它的历程。但是我去看牙医的时候，医生都会用那个电脑看那个。看我的牙齿的那个变化，每次看那个都很酷。我之前真的是牙齿真的很乱，就是真的有变，就是真的很酷，就是就完全不一样，就觉得超酷的。是有用那个啦，是有用那个包装包起来，所以就是一个什么牙套的小故事，什么牙套的小故事。我以前下排牙齿超乱，就是整个就是。七七叉叉，七七叉叉什么？哈哈，好梗和，哈哈呵呵。可是我的上排牙齿还没好，我现在好像戴到26，对，我现在戴26，我有45副，我现在戴26。什么跑路？我现在看起来像跑路吗？我要跑路去整理房间，没谱。26、45，我有45，我已经戴超过一半了，但是我上排好像要比较后面才会好。就是我的上排，它现在是很挤的这样，然后要把后面打开，然后再把里面前面两颗缩进去。这样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有啊，全部都要矫正，我整个牙齿都要矫正，全部的牙齿都要矫正。哎呦，我的牙齿就你看龅牙，这里比较明显，而且我的侧面真的很丑，跟大家讲，我的侧面真的是很可怕。就是我没有下巴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赶快有下巴，拜托，希望我矫正完会有下巴，没有的话我会哭哭，应该会有吧。但是我小时候好像就没有那个，小时候好像就没有下巴了，小时候就是胖胖的。我想要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三号。希望会更好，就是希望戴完牙套会变漂亮吧，一点点吧，变漂亮一点点啦。我也有两个下巴，谁没有双下巴？有人没有双下巴吗？很难吧，硬挤也可以弄一个下巴。谢谢琴湖的枫叶，不是湖啦，还是湖，是湖。谢谢临摹的爆竹。对，我现在戴牙套会更凸，可是好像还是可以应用出来一个下巴，上下巴。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嘴巴很凸，
嘴巴很突出，而且我最近发现我脸超大片，我怎么脸那么大？从小就很大，小时候脸就很圆，碰皮碰皮，我不要啊！我为什么要挤？小时候就是碰皮，现在比较消了，但还是蛮大。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大小脸越来越严重，现在整个告白气球不是，是很丑的。凸嘴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讲，你上网查凸嘴就知道了。我要再听一次 Happy， 什么占据？什么意思？问号。我发现我的大小脸越来越严重，我这边比较小，这边凸一块，你有发现吗？而且我的颧骨非常的突出。这一块，而且我颧骨很高，而且它很突出。我最近不断的在研究我的脸，我也在研究我的脸，可能在想要怎么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。面貌焦虑，没有常共完，就这边凸一块，这边有一小块，大家有看出来吗？这边比较瘦，然后这里凸了一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颧骨高高的，颧骨大概在这里。两三年哦，好，笑死！不要研究我的脸啊，很可怕嘞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我的脸。我觉得我的脸最大，我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鼻子超长。我发现我鼻子超级长，就是我鼻子已经大概占我的脸一半了，应该超过。就我鼻子就占那么大了啊，我的脸才这样吧？也许因为我下巴很短。什么挤压挤压挤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打的头，还是我以前就已经站到我没发现，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在认真看我的脸，我以前就好，我最近很认真的这样审视自己，还要更好，好还要更好，我们要更上一层楼，很尴尬我们玩干瞪眼这样吗？我干瞪眼很烂。我很不会干瞪眼，我干瞪眼一下就输了。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跟我玩干瞪眼比赛的话，可以握手会跟我玩。我会输哦，我会很快输，除非你们比我更烂，真的很快哦，我不知道几秒，但是牙痛 pose 长度什么意思？你有做过实验吗？谁输了有什么法？我吗？我通常应该是都会输吧，不擅长。为什么我牙齿好像红红的？我看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我来检查一下我的牙齿怎么。等一下啊！好像流血了是吗？我好像流血了，没铺。等我一下。好像是那个牙套有一个地方尖尖的，然后它好像可能刮到我的牙龈，然后就有点红红红的，应该是有一个地方，因为我这边会有一个拉橡皮筋的沟，然后
它可能有点尖尖，然后就一直刮到我的肉吧，然后它就流血了。好，既然我都猜了，它我就来吃东西了。道具组，我要吃饭。好了，我要吃饭好了，我还没吃饭。今天吃烧烤，烤肉，各种烤物。哪有青椒？不喜欢青椒。这是什么啊？我初一会直播，初一晚上。这个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有蛋哦，爸爸，你可以做布丁应援扇。不是啦，它是那个像甜不辣的东西，就是里面有那个里面的成分跟甜不辣一样的东西。什么啊？这不是糯米糖，不会吧？哦，这是哈黑轮哦，哦，黑轮是吗？反正就是哦，里面可能有鱼浆的东西，就是。你要做一轮饭啊？No. 居然没有鸡心，没铺。我的鸡心啊，谢谢小轩的214爱你。我的鸡心呢？这个是豆腐，烤豆腐，炸豆腐，什么豆腐？什么意思？不要应援自己好不好？这是什么豆腐？炸豆腐，烤豆腐，有烤豆腐吗？应该是炸豆腐。对啊，它是，还是它是煮烤肉酱。那好脆，不知道，反正就豆腐。看着他
可能凉了，然后就很难聊。哦，他还有火烤过。对啊，不好咬断。少买，居然没有给我金星，是太难过了。不饿也要吃金星啊！我喜欢吃金星，但是召集组没有给我金星，没谱。而且他还给我不喜欢青椒，咦，不吃。而且我真的没有很饿，因为下午午餐下午才吃，没有很饿。然后是因为刚刚拆了牙套，想说哦好吧，可以顺便吃一下。甜不辣？对啊，布丁没补。真的假的？很酷哎、欸。我不喜欢吃青椒，我是蜡笔小新，我是蜡笔小布。不喜欢茄子，我说吃。喝不了，是什么？好，我要回归我的来源。不吃茄子，茄子不该出现在世界上。好听，但是我还是喜欢来源 Sleep Tonight， 哈哈。我怀疑我的咀嚼能力有问题。他被我咬了一块，我的齿痕。
通常我们家都没有吃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吃的就鸡心糯米肠，然后还是肉被刀子吃掉了，他没有留给我，有可能。我们都是 happy。有可能道具组没有留给我。哎、啊，我到底要不要吃糯米肠、啊？我现在咀嚼疲劳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想喝水。哎、欸，我有水。对 ，Happy。会啊，中秋节会吃，但是吃这种烤肉串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吃肉。道具组没买就没吃。我没有吃到鸡心，我很难过。昨天吃太多肉了，我们真的吃很多肉。哦，我昨天去吃蒜奶、蒜圈叶，就是它这没有，不是我的菜，笑死！我现在真的是咀嚼疲劳，我就。我的那什么打扫累完之后，那个咀嚼也很累。大家有吃过蒜奶圈吗？蒜刷蒜蒜那个什么刷刷锅蒜蒜锅刷刷锅，那到底怎么念？蒜蒜锅。刷刷锅的那个刷，那个他到底念什么？对，蒜圈叶，蒜圈，哎，想我。好，还有按到的。哦、我发现这个什么现在的画质是不是很差、啊、你看那个一点一点很明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里很暗吗？那个什么你看那个画质很差、欸、下不下不呀，下不下不，还是灯不够亮。 Why？ 你们看会觉得画质很差吗？我觉得那个什么画质一点一点的很清楚，灯很暗吗？还是我脸太暗？你们会觉得很差吗？画质没有的话就没关系，哈哈。所以你们有吃过蒜奶叶吗？除夕哦，除夕午要我都会跟姐姐一起表演，过年特别节目。还可以哦 ，OK， Happy， 哦、oh, ，好、啊，那就好啊。没有只看到是那个点点点，一直点点点，就是那个一点一点的画质。什么意思？表演就是我们会像之前表演过发发发。就是会找那种啊，对不起，提到了，叭叭叭叭叭呐呐，没有啦，不是这个，好可爱。好，我要继续听 Lion， 就是表演那种过年的歌，胸口碎，嗨 Miso， 就是表演过年的歌，然后对带动气氛。虽然也只有八个人，然后就是表演过年歌，唱跳唱跳歌手，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起吹笛子过，笛子合奏，然后会玩一些游戏，
就像之前讲那个船边跑啊，就是玩一些小游戏，然后抽红包，我们会做一个红包板，然后里面都是假钞。我现在还有很多假钞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只好放假钞。就是有一个板，然后上面贴满红包，然后每个红包里面都有假钞，然后让大家抽红包。对啊，让大家抽红包，就是小游戏，赢家可以抽红包，然后跟表演这样子。然后我除夕的时候通常是，我想想我平常在干嘛？通常是中午的时候去阿公家，然后这时候阿公可能会准备一些小点心来吃，然后不然就是我可能跟姐姐会去外面买饮料、买咖啡之类的。然后改爆布丁神雪不要啊，鞭炮是假的。然后可能就买个烟，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跟姐姐可能开始讨论，就是待会要怎么那个怎么玩游戏，怎么表演，然后就开始练习表演，就练一天，练一个下午。然后通常那个时候，哦，就是他，我想要看小时候的照片了，还在哦，传鞭炮，哎，鞭炮。不要啊！你抽啊！然后就制作道具，准备一些道具，然后就是后来就晚上，然后晚上就去吃年夜饭，然后吃完年夜饭就表演，表演完就是休息、玩游戏啊、玩牌啊、看大人打麻将，学习打麻将。笑死！没有地方挂，这里挂不上去，太厚了。等一下，我试试看。可以欸。真的假的？酷欸。就是通常吃完年夜饭表演完，然后就会开始打麻将。我现在还是初阶，我去年有学，但我忘了。我去年还去下载那个线上的，然后就试玩一下，结果我现在又忘记怎么玩了，太久没玩，就忘记怎么玩。跟大家分享我过年都在干嘛好了。啊，这个是假的啦，不会不会，这是假的，假的鞭炮。我过年就是除夕就是这样，然后初一都在干嘛？我也忘记我初一都在干嘛，出去玩吧。我也忘记我初一在干嘛。就我每年过年的那个行程都差不多。居然不是赢了50张，那你今年要赢50张握手券，笑死。太多了吧，很多欸。那你今年可以赢50张，大家今年加油哦，今年过年加油，加油大家，祝你们发大财。这什么好可爱哦，好丑哦。2006年4月23日，那是几岁？2岁，快要3岁，好丑哦。你谁啊？这太丑了吧！这个脸有点大哦。Hello， 你是谁？哦，我昨天看照片，然后我3号就说我以前很受欢迎。他就说以前我可能去国外，去新加坡，这好像去新加坡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片，是我坐在陌生人旁边，然后就是到处他们坐着，然后我坐在。就是好像是同团的人的旁边，然后3号就说我都不坐他们旁边，我就去找别人坐，我就是坐别人旁边，然后跟别人的小孩就嗨。哦，没铺，这样太丑了，这样没有可爱，就是拿错张了。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三号就说我那时候就在那个什么，怎样有哦。我这个要把它遮住一下，
帮他遮一下，这个是我受欢迎的证据，就是别人在抱我。他们三号说很可怕，他说怎样，我直接被抢走，是不是？直接被抢去抱。他就说我原本就是他就抱着我，然后后来就被别人抢去抱，然后他就说他吓死了，想说要抱着我要干嘛，然后他只是可能觉得我很可爱，然后就把我抱走了。就是印度的，是的，印度人都喜欢我，好好。哦，真的很可爱，还是三号，傻眼。好可爱哦！我小时候眼睛很大哎，我觉得我差最多的就是鼻子，就是鼻子整个从这么短变这样。你在干嘛？那个很容易打。然后哦，还有这几张，这张给我。还有就三号就说，我就做一做那个叫什么跷跷板。然后就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抱着她的小孩在我后面，然后给我拍照。她就站在这里，然后抱着她的小孩，然后给我拍照。然后就我以前这么受欢迎，我都不知道。有居然以前这么受欢迎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现在嘞、啊，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啊。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的那个什么，而且我小时候脸都臭臭的，就面瘫。没有，鼻子变长是往前的那种，可能我有的某种吸引力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我明明以前都面瘫，通常不是要常笑啊，笑口常开的小 baby 大家才会喜欢吗？啊，然后我就面瘫，然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说我长这样也受欢迎，我就一直这样，就比全猪俊，嗯。而且哦对啊，然后我就看照片，然后每次我就站在舞台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以前脸真的好大哦，我要把三号遮住。你看我以前脸超大的，超圆，我整个是一颗馒头，是霸王，好像小孩子脸都大大的，说的也是，但我还是觉得我脸很大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不知道哪位的小男生，这是什么啦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还有，这都很丑呢，这不像我，这不是我吧？我长这样子哦，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长得还不错，长大就。可是我小时候，有小时候有很丑的时候，也有很可爱的时候，就是有应该说我比较小的时候，可能4岁以下都是可爱的，然后幼稚园、小学就不可爱了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对，我小时候是汉宁，小时候就这个超肥，婴儿肥 ，baby face。超级一大坨，现在可爱吗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上了幼稚园之后就不可爱了，就是上了幼稚园就变成气质型，就没有可爱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越看越可爱。真的，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没有额头，没有刘海，没有额头。拿我的幼稚园毕业照来。我以前幼稚园是没有刘海，没有额头，没有刘海，没有刘海，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像那种贵族。三号说很像贵，有气质，贵族感，就是。是什么？哇哦！这是我得那个模范生奖，我把这个折起来，因为现在没有写。
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，就是没有额头，没有刘海，然后看起来就很那种大小姐的感觉。那时候我拿那个什么，模范生奖牌，但是我唯一一个奖牌就没有刘海啊。这个时候好像小学四年级之类的，哎，三年级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小学几年级，没有额头，对，那时候看起来比较端庄，感觉比较端庄一点。哎呦，不然漏到到人。就我好像以前都没有刘海，以前都没有那留刘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留刘海，就不留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好丑哦，给你们看我丑丑的样子，胖胖的样子。哦，我幼稚园就长这样哦。等一下，我要把它再给我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对啊，我小时候拿红包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把其他人遮住，有点困难。哎呦，这是我幼稚园的毕业照哎、欸！我幼稚园也没有刘海，我为什么都不留刘海啊？为什么啊？小朋友没有刘海？哪有？你看我幼稚园毕业照长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个时候其实鼻子就有出来，哎、欸，我有鼻子了，好像跟现在好像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差很多，还是看得出来是我。你看其他人都有刘海，啊，其实也还好。你看人家都有刘海啊，就我就光光的，对啊，就很像是哪家的大小姐，就是我从幼稚园开始就是转型，没有，可是我小时候也没有刘海，没有，我小时候有时候有刘海，有时候没有刘海。对啊，我幼稚园长得很像什么大小姐，就是我可能幼稚园的时候，大家就以为我已经小学了，就我看起来就是很大，而且我加上身高就很高，因为我从小就身高都会比别人高，然后就会很看起来很大只，好像也是很大只，就整个人就大只了，所以我就是从小就一直被，假如说幼稚园被以为是国小二年级，国小二年级以为是国小五年级，国小五年级以为是国中，国中以为是高中，高中以为是大学。啊呀呀呀呀呀呀！没有，现在比较少了一点气质，有额头才有气质，没有额头就没有气质。不知道三号说的，干嘛？帽子，我今天看得到一堆帽子，我今天发现了我放在柜子里都没发现的帽子。什么早上弄刘海要洗？笑死！对啊，我都站在最后面哎、欸，我都跟那个什么要毕业，就不是有大班中嘛，我都跟大班的站在一起。刚刚那张就是最后一排。说的也是，我就是气质，我有额头就有气质，没有额头就没什么气质。真的啦，就是打开我的光明面。有额头比较有气质，就是气质人，气质小姐，气质小姐，大小姐。对啊，大家去填我的合照会，有族服呢，很吸引人呢，额头哎，有额头还可以拍到额头哎，平常只能看到不能拍照，这是可以跟额头钉拍照，额头。国民女儿的额头，国民女儿头。气质，有气质吗？我要吃糯米肠了，我想要赶快把它吃掉啊！可是有点吃不下啊！到底要不要吃糯米肠？可我现在吃不太下，可是我。
真难决定。对啊，合照会是祝福啊。国民不是国民完整哦，我那天才，道具组，道具组，那个什么，你叫一号来，他昨天翻到那个我的那个姓名的那张纸，算命的，我昨天整理书柜的时候，他就那个什么一号就找到那个算命姓名的那张纸，最丑、哦，国小。这是我算命的纸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算命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姓氏来算，所以现在不准哎、欸，这完全不准。是吗？可是他不是连姓也会算吗？因为我是跟母姓，但是我算命的时候是用父姓算的，这样差很多哎、欸，而且你们都打错那个针了。我来给大家看那个针，它是这个针欸，这个针，这是水布吗？这是什么布？而且它有很多个欸，看一下，对啊，这个针。水字旁欸，你们打错了，紫银，这是那个啊，算命的时候，算命的，我在这里，算命的纸，还有很多欸，超多的，就是文珍、紫银。信杰、慈云、新维、梦莹、嘉玉、颜慧、玉琪，是什么字？什么云？这笔画都超多哎！铺什么铺？你是不是挑一个我那个笔画没那么多的？你有为我想过吗？我发现这些名字我笔画超多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超多，对啊，还是嘉玉好，超多的，每个都超爆多。请问其他的，我知道，你看其他的，超多笔画，嘉玉最棒的，超棒的。而且嘉玉是什么？为什么现在是那个啊？嘉玉是，哦，他的字真的太丑了。道具组，你说他写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字太丑了，看不懂。逢什么德才，气宇充盈，环境良好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什么是环境良好？你来朗读一下。气宇充盈。富感情，不是这个，念错了。这一行，逢贵得财，气宇充盈，环境良好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你选的吗？怎么是环境良好？什么良好啦？良好，到底环境良好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选环境良好？环境良好到底是什么？算命师先生，你可以住六平房间，谢喽道具组，可以住六平乱乱的房间。环境现在不太良好，现在住的环境有点乱，所以对，所以我就是要把我环境整理干净，我的名字才会起作用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大家。他就在暗示我，你知道整理的时候整理到这张纸，他就在暗示我现在环境一定要整理的良好，运势才会出来。好，我等一下会好好整理我的房间，我需要让环境良好一点，运势才会出来。很环保，没有啊，很环保吗？还好吧。文真是智勇双全，理性，什么？
看不懂。稳重，我真的看不懂他的字，他字太丑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准备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了。你们看得懂他写什么？我真的看不懂他写什么。他的字真的是太丑了，我觉得他的智勇双全，然后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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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文真。可是这个真我没有很喜欢。哦，他有分什么总格、几画是不是？总格29画，主格18画。哦。哦、oh, 啊，可是不对啊，就姓氏又不一样。这个名字不好，复活动力，什么稳重，什么稳重，看十不是看，他字真的超丑的，他字真的很丑呢。着实稳重哦， oh. 你看不到他的字太丑。智勇双全，理性，双全，理性，复活动力，着实稳重，着实稳重哦。因为那时候看着实稳重，我就想说不要着实稳重。哦，你不喜欢着实稳重，所以你喜欢环境良好。对啊，环境良好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你觉得这家这样环境很良好吗？他的环境良好不是指，那是他的解释是什么？应该是说，你有没有记得他讲了什么？说是解释说会比较有钱吧？哦，真的哦耶！你确定吗？你没有在乱掰吗？哦哟！啊，所以我现在整理好环境没有用吗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哦，生长的环境哦，那真的蛮良好的。嗯、哦。哦啊，当然开心啊！左手谢喽。好、啊，我环境赶快整理好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他的名字都很酷哎、欸，而且笔画真的超多的。哦，嘉玉很棒啊。三号不想要我稳重，他可能希望我的环境良好一点。研究一下。哦，他这里有写那个什么，就是他不是有什么总格、主格，然后他会写几个名字出来，就按照那个笔画算。然后他这边这一块就是嘉玉的这一区的名字都是什么？少有困苦，后有幸福，稳重着实啊？怎么又是稳重着实？得力昌隆，哦，他是哦，我看懂了。你看他这边是那个什么总格，然后主格是这一行，总格是这一行什么的。对啊，我不需要稳重，我真的没有很稳重哎、欸，我超不稳重的。那真的是蛮准的，因为我完全不稳重，我超级不稳重的吧，大家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少哦，对，好少少。随便啦，差不多就好。我真的不太稳重哎、欸，大家。三号一直说我很浮躁，我就很不稳重，我很浮躁，浮躁的人，那蛮准啊，我就不稳重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我昨天找到的那个姓名的算命纸，我叫一号要留，好好留下来。算命，因为我昨天在整理书柜，昨天在丢书哦，因为我的书就放，我都带回家，然后再拿去丢。对，我该稳重的时候会稳重，但是通常是没有很稳重那样子，就是。平常没有很稳重，但是要稳重也是可以稳重的啦。大家就是这个人比较没那么稳重，
家喻户晓。对啊，就家喻户晓。也不是不稳重，就没那么稳重，不是一个稳重的人。等一下我要充电。可以啊，我也是可以稳重的，好不好？只是不要，我偏不要。哎，我真的吃不下糯米肠，我现在不想吃东西。拜拜了糯米肠，拜拜了青椒，把你送给道具组吧。吃的有点那个什么。可是我指的那种稳重是就是我没有很怎么讲啊，现在空白的我还签到，我不知道哎，大家对稳重的解读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没那么，哎，稳重好难讲哦，突然要我解释又不会解释，大家会怎么理解稳重？大家觉得稳重是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没有很稳重啊，我比较小调皮，我比较小小调皮，小小小孩子气，所以没有那么稳重。教育部跟我讲，谢喽，很不会查字典嘛，沉着冷静。哦，对啊，我没有很沉着冷静，通常是比较，做事深思熟虑。我也不会，我做事也没有不深思熟虑啊，我做事也会深思熟虑啊。不轻佻，我发现我最近那个什么，最近有点笨。字都不会念，我蛮浮躁的，有微浮躁，但是又不会太浮躁，比较没那么稳重。反正我觉得我比较没那么稳重，这是一个有点困、有点难解释、难讲的东西。通常会啊，就选择困难，会想很久。我觉得我想一件事会想很久哎，就我会先在脑中想过可能会发生的情况，就是每种路线都先走一遍。假如说要去一个地方好了，假如说要去一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什么歌，就是会先想我等一下会经过哪，然后我等一下要怎么走，然后我等一下就是规划路线。不对，好像每个人都会规划路线。就是假如说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就会想规划一下路线。好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反正就是会想一下，好像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耶。对啊，我思绪是比较快，没有想那么多，通常不会想很多，但是偶尔会想很多。平常想的比较多，冷静下来，平常没有想太多，冷静下来才会开始回想，然后就会想一些，开始冒出那个一个框框。但是平常的话是不会想的太多，对，应该是这样解释啦，我也不知道大家觉得嘞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啦。我想要照到这个鞭炮。我应该要切一个角度，这样子就有鞭炮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很有趣吗？我觉得我还好哎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说的也是，可是真的很难讲哎，就是。个性很难讲，时好时不是时好时，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变来变去。
有的时候是那样，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我在讲什么，有的时候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种样子，千变万化的人，我是千变万化的人，不错啊，大家都蛮千变万化的，啊，随便啦，反正就是 I don't know， 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自己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随便啦，随便。捉摸不定，好像有一点，就想法很容易变吧，就是我的想法很容易变，嗯，就有时候会把一件事情想得不好，但是后来想一想要变成好的。我没有说我自己稳重啊，我是说微稳重，也没有很稳重。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件事不好，但是后来想一想要变成好的，然后可能想一想要变不好的。这样子，随便啦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一直在变来变去，少女感，少女感十足，青少年，情绪不稳定的青少年，我是情绪不稳定的青少年，自己说自己是青少年，我现在有一种胃口不好的感觉。胃口不好，就是我觉得吃的不好，不知道，我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是一种没有很舒服，就是没有很舒服，没有胃口，不是，对，很多想法清醒，我现在是感觉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讲什么，就是有点没有反胃，一点点反胃，也没有到反胃，不是吃饱，就是不舒服，胃不舒服，没有胃不舒服，嗯，有点想吐，但也没有很想吐，胃食道逆流，我现在我没有胃食道逆流的感觉，就是我有一种。肚子不知道在干嘛的感觉，不知道。胀气好像有一点。你要吃青椒吗？哦，太闷吗？哦，谢谢你帮我开窗户，给你吃青椒。我没有喝咖啡啊，睡眠不足。哦，好像有一点没有睡很足。哇，我现在看外面看得很清楚。嗨，没有人。睡眠不足哦，我睡了几个小时啊？我睡了十个小时哎、欸，我睡了十个小时哎、欸。还不够吗？还不够吗？我现在讲话小声一点，我觉得我家隔音超烂的，就是很容易听到外面的声音，所以我觉得外面应该也都听得到我在讲什么，所以我讲话小声一点。嗨，我都睡很久，我可以睡很久，我睡十个小时是那个哎、欸，是基本盘，寒假睡十个小时是基本盘。还可以再睡更久，有时候可能睡个十二个小时，这是基本盘，十个小时刚好。平常上学的话，应该是七个小时吧，但我七个小时就会睡得不好，不是睡得不好，睡眠不足。我七个小时就会睡眠不足，很厉害吧？我很会睡，有时候其实有些人可以不睡，没有不睡，啊，假如说睡四个小时，超强的，到底都是怎么睡四个小时还不会想睡觉啊？就是。我没办法接受，如果睡只睡四个小时，我会倒吧。哦，不过之前拍 MV 的时候就是差不多那样，但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行，不喜欢。我通常都是蛮熟睡的，通常都是不太中间不太会醒来那种，就是一睡就到天亮那种。而且我
睡着还蛮快的，如果很累的话。但是有时候就是，我现在聊我的睡眠好了，不知道大家睡眠怎么样。我的睡眠呢，就是通常很快就会睡着，但偶尔就是有这种睡不着，就会翻很久，真的是很折磨人。通常是隔天要干嘛才会有睡不着的问题，但有时候对，通常是秒睡着，就是很累的话。为什么不一定是迷豆子？我没有看鬼面 ，sorry 啦。就是通常是很快就可以入睡，对，然后通常晚上不太会起来，中间不会起来，就是一睡就是醒到天亮，然后很容易赖床，赖床症状颇严重，就是明明已经坐起来，然后坐起来还在这样，然后又倒下去之类，就是很赖床的倾向蛮严重的。就有时候明明已经睡十个小时了，还会想赖床，很厉害吧？就我最近寒假明明已经睡很久，还是会想要继续睡，就是可以睡超久。我的睡眠那个什么，我的睡眠需要我常常需要大量睡眠。三号对赖床有什么看法？他没什么看法。一号是表示很麻烦，每次都要一直叫。没有，我没有在长高，我很久没有长高，很久没有长高，我一直来都没有在长，我大概从国中之后就没有在长高了。不是，我不会迟到，我不会迟到，但是我就是会赖床。对啊，我最近都睡很多。没有，我没有在长，我真的很已经没有在长了。我最近在变瘦，我最近都吃很少，因为我最近通常都只吃一餐到两餐，就是我通常会睡到下午，我可能会睡到下午一两点，然后可能两三点才吃午餐，然后两三点吃午餐之后就到七点都还不太会饿，然后可能晚上就吃一点的东西，然后就睡觉。对，睡觉减肥法超棒的，我一天只要吃一点点，哦耶！不然我平常三餐吃饱，就是我如果是平常上学，是早上起来吃早餐，然后吃早餐之后还不到中午就超饿，大概十点多就开始饿，然后就拜托赶快想要吃午餐，然后午餐吃完，然后午餐之后就。差不多到五点，哦，好饿，好饿。然后因为道具组他们也不会太早吃午餐，他们也通常都下午才吃。然后他们就是通常下午五点还不会饿，然后我五点在那边饿死，我就好想吃晚餐。晚餐吃什么啦？真的是我的作息，什么记录而来，应该很丑，就是这个，应该很丑，太丑了。去踩布丁点，你要吃什么吃饱？本丸去哪？然后我刚刚讲到哪？我想一下。然后现在的作息就整个完全不一样。这样作息真的很容易减肥，因为你一天就不用吃太多东西。如果是上学，我就一天就一定要吃到三餐，我没有吃到三餐，我会肚子饿。像现在我只要吃一餐多一点点就好。1.5餐，我以前要吃三餐，你吃1.5餐，然后就瘦超快的，就是就没什么吃，然后也不会很饿。我没有啊，有吗？没有，你在吃饭、那么晚，你那么晚吃饭哦，那就跟我一样，因为我下午才吃饭，然后晚餐就很晚吃。不然我平常真的是五点下课就在那个哦，不会不会，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吃很少，我最近真的是胃，我觉得我的食量变小，小声一点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大声，就是我最近的食量变很小，但是我过年通常都在吃零食，过年通常正常我都吃很少，不管是在台北还是在乡下。我都吃很少，就是正餐都吃很少，通常零食吃很多，也没有到吃很多我过年的食量不大，就是通常大家不是都会就是那个什么吃饱，但我过年好像没有吃饱，
对啊，就寒假就宅在家，也不太会饿。真假的？可是我在那边没有吃哎、欸，我真的有点胀气之类的，在打嗝。不会，最近已经没有接受喂食，最近也是吃很少。我在阿公家也都吃很少，我都吃一点点。然后阿公说：“阿公要吃吗？”我就：“阿公要吃吗？”阿公要吃，慢呐，我吃饱。我会自己自动停止那个停止进食。自动停止进食，让阿公不会喂食我。我会自动停止进食，自动封口。哦，我想到就是，如果阿公阿妈叫我吃，我就会去戴牙套。我说哦，我戴牙套啊。我说哦，我戴牙套，我不能吃了啊。就赶吃完，赶快去戴牙套，我就不会吃了。就是一个阻隔自己吃东西的办法。可是我最近食量真的变很小，就是我最近就是吃个一餐就会饱了，不会，阿公不会逼我吃掉。我最近食量变小了，希望我可以维持到开学，我趁寒假赶快瘦一波。哎、欸，我寒假也快结束了 ，Oh my god， 好难过。对，我会吃水果。水果多吃一点。现在是十号哦，我22号哦，还有12天。哼，没谱。哎，我这个寒假好像有点废。最近都在干嘛？我最近都睡到下午，然后。好，我想赶快 cover 个东西，我想赶快 cover 个舞蹈。那我今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整理房间播音乐，然后我就整理到一半就开始跳一跳，我就开始在跳，然后跳哦好累哦，然后再整理，就边折衣服边跳。完了，我要赶快 cover 舞蹈，赶快做我的一万人企划，赶快做。对啊，我最近真的是很清闲哎、欸，太过得太开心了，就是边折衣服这样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折衣服就这样，嘟嘟嘟嘟，听到音乐就会开始嘟嘟嘟嘟的，停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听到音乐就想动来动去，然后后来就跳一跳就累，然后就不动了，后来就。太累了，前面耗太多体力，我等一下赶快努力把它整理完，我要加油！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那个嘛，不要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不要低估我嘛，我可以吧？算了。我已经当我最近完美的诠释当一坨烂泥哦，可是我前面辛苦了那么久哦，我真的是很忙呢，平常很忙哎，哦，我真的是很喜欢当烂泥，当烂泥怎么这么幸福？可是我的幸福日子就快要结束了，而且接下来就高二下，我要开始认真了，嗯，没关系，加油。可以啦，布丁那么厉害吧？嗯，没有，不行，好，算了。烂泥，哎，我已经忘记烂泥之歌怎么唱了，完全忘记。有人记得烂泥之歌怎么唱吗？什么？我是烂泥，烂泥是我，是吗？是这样唱，乱唱。谢谢艾拉送的花之精粹。我最近都在跟3号，一号，我最近都在跟一号吃鸡，最近都在吃鸡，都拿。大平板吃鸡，开心。但是我今天都在整理房间，我今天是乖宝宝，我今天一定要把房间整理好，明天才可以放除夕假，放年假。我今天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除夕前，我寒假定的目标是除夕前整理好的房间。好，我整理好我的房间，我就觉得我完成了一个创举，你知道吗？我整理完房间，我就是
寒假有做好一件事情，寒假唯一做的一件创举。而且那个寒假真的是真的没什么事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原本还有社团有那个寒训，原本要出去，可是又因为疫情又取消，然后就没有去，讨厌。对，我整理完房间，我就超棒的，但我觉得我不会整理的很完整，因为如果我太深入去整理的话，反而会花太多时间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只能稍微的整理干净，没办法，就是每个角落都擦得很干净这样子，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整理，但是至少维持表面的干净，里面的话也是要干净，就是不会去把房间每个角落都擦得干干净净亮亮的。我以前会把书往床下塞，就我之前会有那种哦，因为我之前哎呦、啊、我的书柜，哎、欸、我刚整理好我的书柜在这里，幸好这边是整理好的，如果给你们看到另外一边 , 笑死，给你们看到另外一边就啊、哦、这是符合配置，我现在是只照那个干净的一面，幸好书柜已经干净了，虽然书柜本来就没有很乱，只是把书放进，我只是啊、哦、这里原本是放我国中的书，然后没有不行，我直播完还要继续整理，然后我这边的那个什么，我这边的书柜原本是放国中的书，然后我昨天就把那个国中的书都丢掉，因为好像也不会再用到，所以我就把它都清掉，然后我国中的参考书都塞到床底下，然后我昨天拿出来就超脏，但是他们都已经回收了，拜拜了，拜拜叔叔，拜拜。然后今天是跟衣服拜拜，拜拜依依依依依依跟叔叔拜拜，他们真是占据太多空间了。然后我今天把那个我的抽屉衣柜一二三四五格都清空，然后这边我衣柜，我现在发现我衣柜超多，不行，我今天就要把它整理完，那是我今天的目标。难得有一个今日事今日毕的精神，平常我真的是因为我平常真的太烂泥，我平常都不想整理房间，今天难得想要整理房间，而且已经整理一半，我就拼了命把它整理完。好、啊、我大家讲一讲我到时候没整理，不行不行，因为我平常都没在整理，我平常都不整理，今天好不容易要整理了，真的假的？哦、我今天才发现我衣柜很多个衣柜，但是我平常衣服都没有地方放，但是我今天发现啊，我东西好那个什么东西好多，我的衣柜的空间好多。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牙套柜，因为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看了很舒服。对，要好好整理，就是哦。突然冒出这种感觉，我今天才冒出这个感觉，除夕前一天才冒出这个感觉，平常都没有。我来检查一下我的牙套柜，等一下哦。这真的很好看，等一下，给你们看我的牙套柜，你看。有没有那个强迫症？有没有很舒服？但它没有很整齐。难得换一个角度。好，这个柜子可能快爆了。嘿，好好笑、哦！我要回来了。好了。太有成就感，跟大家分享我的牙套柜。待一个礼拜，难得有新角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棒？呵呵哈哈。在柜子旁的布丁，不是是那个，它会每一个都有编号，就是每一个。都写的清清楚楚，是郑家玉，然后第几副这样。对，他们衣服的，可是这边的衣服是三号的，我的衣服在另外一边。我的衣服在哪？在这里。我的衣服在这里。
五个。不会啦，不会不会垮、啊，对，照顺序的。没有，因为那个什么牙医师就叫我要整理，不是他叫我要留下来。没有，他到当初叫我留下来是怕，假如说我有一副不见了，我可以去那个什么，我可以去拿上一副或是下一副戴。反正我就留了，然后就全部都留，就变这样了。哪一边？你说这边吗？还好哎、欸，好多钱，都是钱。疑似草莓的白色洋装，哪里？哎、欸，这个衣柜我刚才整理好，不然我平常不会给大家看。没有啦，它其实本来就没有很乱，就只是一堆衣服而已。跟大家分享我的衣柜，我在这里直播好了。来卖衣服哦，一件300块。等下那下面有东西，算了，没关系。他打喷嚏。你说这个、哦？它不是草莓，它是那个什么？它是什么花哦？嘿嘿。我给大家看我的今天的衣服，这是一个很长的外套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这样很像那种卖衣服的哎、欸，那样超像卖衣服的。它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拿不出来。这我没穿过，好像没有。它是花花啦，花花。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我这样真的超像卖衣服的。没有啦，哪那么夸张啊？我照到镜子吗？没有。好，这样子。现在来挑我的衣服，这样。这我没穿过，真的假的？我真的超像卖衣服的。哎呀，最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边的那个袖口是有这种花瓣的感觉。然后它上面的那个这边还有一个珍珠的排扣，它不是珍珠，没事。然后它这个花纹这边还有做一个领口那样子，然后就是长度就大概到膝盖上面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很可爱简单的小洋装，高级红白塑胶袋。对，就是可以自己加个腰带，然后就有收腰的效果。这样你就变得漂漂亮亮了。这个有这个材质很好、哦，它最后面是拉链这样子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3000块一件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还要买新衣服，我还没有穿过，有那边有两件新衣服。这件对啊，我记得这件有穿过哎、欸，这件我一定有穿过啊，因为这我忘记什么时候穿过，反正有穿过。1000没有没有，运费300块，妈都试穿不要啊，真的假的？反正我就记得我有穿过这件，还是我们现在时尚换衣袖，不要有点麻烦，不是很想动，用笔的就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有点懒，我今天要播到，我今天播2个小时。但是我下一次直播也是一个半哦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下次的直播，因为我下次的直播要提前，我下次的直播要提前到5点，原本是7点半，但是又因为这个订不到火车票，所以我那天要赶火车，所以火车的时间刚好那个真的假的，对不起，刚好卡到直播时间，所以我礼拜五的初一的直播要提前到5点哦，大家，所以。但是我还是会播一个半，反正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到时候再剖行动，如果我记得的话。我今天特别忘记要直播哎、欸，有够笨。好，反正就是礼拜五的直播是5点哦，大家稍微改一下。我穿这件嘴你有没哭？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新衣服。
裙子都太长，然后这个柜子太矮了。对啊，怎么？大家可以吗？不过你们可不可以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个新衣服，什么我讲个什么？这个是新衣服，我还没穿过的。它这个超像我们的制服的。然后，哎呦，等一下播音乐。然后裙子是我是放在里面，这很像那种制服，很像那个黄色衬衫那套，对，学院风，这是新的。衣服后面是吊牌，哪里？对啊，这个是吊牌，这是新的，没有，我这个都没有穿过，还没穿过。三号说这个可以握手，我会穿，因为这个比较精致一点，比较隆重一点。来哦，这套5000块哦，还是我合不是合照，还是我握手会穿这个 B 布，哈，我这个、哦，对啊，我、哦、没有拆吊牌哦，因为这是新，这件外套也是新的，我刚刚试穿，然后就没有脱下来，被发现了，好笨哦，我这个吊牌都没拆，因为都是新的，然后都还没拆吊牌。大家觉得穿这件怎么样？握手会，裙子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新的，可以可以哦。还有另外一套，可是我觉得另外一套没有那么好看，这套比较好看。这套也是新的，可是它比较颜色比较深。哎，这蛮适合过年，这过年可能过年穿新衣可以穿这种。这比较红一点，它裙子是也是百褶裙，这个就比较还好，刚刚那套比较可爱一点，这套比较稳重，这套比较稳重感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这样子会很好笑哎、欸。要穿哪一套嘞？我现在很像出门前那个选衣服，到底要穿哪一套嘞？还有没有看看？好像其他都穿过。其他都穿过了，就这两套就行了。大家觉得哪一套比较好嘞？但是这一套穿起来比较没那么好看，这套穿起来比较好看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不错啦，这个好看的。你们右边是这个吗？你们的右边跟我一样吗？应该是这件吧，这件比较，这件真的很像制服哎、欸，就是这个跟那套黄色制服的那条黄色衬衫，然后外面也是长这样的，超像的。我说那个版型感觉，这蛮可爱的啊，这边可以打蝴蝶结，而且它里面的衬衫也很精致，就它是整个一套的。好，那就握手会 B 部就穿这件 ，B 部穿这件喽，大家，呜呜呜。对啊，就很像制服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其他衣服大家应该都看过。谢谢本王掌声鼓励。是先知，他就叫我握手会穿那套，结果大家也都喜欢那套。但三号真的是先知，
跟大家讲这套衣服。哎呀，卡住了。这套衣服我本来要丢掉，但是三号叫我不要丢，他说我以后还会穿。这个是我几岁的啊？十岁就就我很久以前有穿过，就这个是很，他说很贵吧，然后很小的时候买的，然后以前穿是长的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这不是睡衣，然后现在就变成很短了，这件很那个很高级感。就是这些，就是一直在我衣柜里面，然后每次就没有一直没有丢，一直没有丢，它一直没有被淘汰，然后它就被留到现在。可是这件很久了，这样子啊，大家直接变小洋装，不是长裙呢、欸，不是也不是长裙，就是偏长的裙子。然后结果就是长太大了，现在就变成那个。这件在我很久以前，就是已经不在的那些贴文里面有拍过，没有吗？我po过吗？我记得我有po过啊，有人记得吗 ？Hello， 老粉丝，有人在吗？我记得我穿过这件，但是那些文就不在，就是以前的文，有吧？我记得我有穿过。Hello， 有人记得这件吗？这件就很像仙子，很像仙女的感觉。但是它有点短，就是，对，那个贴文已经不在了，没铺。对、啊，这颜色真的蛮特别，就是我难得会有一个，而且它是渐层，难得有这种湖水绿，湖水绿高级质感，仙女衣，对，不是真选的，那是那个什么 PPE 时期，对，然后这个高级的钻石。bling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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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钻石，可它现在对我来讲有点短，就是比较短一点。啊，真的没有人记得哦，还是我根本没 po 啊？但我记得我有 po 啊，没有，是真的很久，真的超久的，就这件真的超久的，可能我十岁买的吧，现在几岁？哦，我17岁啊！真的吗？我真的有 po 吗？我其实是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是有啊。还是我这个没破，就我穿那个，然后在草地上，没有坐着，站着。不要，现在好冷哦，现在外面下雨，你看我都穿那么厚了，冷死了。而且我现在里面穿了一个，海滩短裤。我现在里面穿一个海滩短裤。我真的有很多，也没有很多，这一件还有另外一件，也是之前的那个，之前 TPE 时期的，是吗？应该是，然后就是看绣球花穿的那件是小时候的衣服，好、应该没有人记得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记得就好了。这就是小时候的衣服，好像也很少小时候的衣服，几乎没了，应该都该淘汰的都淘汰了，毕竟太占空间，衣服真的是。很占空间一个东西啊，按到了。我很难得给大家看到我全身，虽然我今天穿了大衣，我要打喷嚏了。可能是那个什么毛太多了。这个是，我又掉了，它超容易掉。这件是很久以前，我还很小的时候3号买的，然后是那种，这里为什么是卡住？然后是那种，他原本要给我那种穿喜酒穿的，但是我都没有穿过。而且它很长，其实蛮短的，在我小的时候是长裙现在已经不是长裙了，但是它就很平淡无奇。我记得它好像有腰带，但不见了吧？它就是一个仙女裙，
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。但是因为它就，你看那个吊牌还在，就是一件我没有穿过的裙子，小时候没有穿的裙子，小时候的长裙现在已经变成中长裙。可是他现在他穿起来可能有点胖，因为他有一个腰带，可能我好像弄丢了，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机会再穿他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对，我真的没有穿过这件，就他一直在抽屉，他也在衣柜里没有出来过。小仙女以前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以前是长裙那种会比较更显，它现在不太长了，不够长。对啊，是很仙。下次没那么冷的时候再来玩一个换衣秀直播，直接站在这里，然后一直换衣服换衣服。然后它的裙子都太长，我只能把它塞进去，不然我的衣柜不够长。哎、欸，大家第一次看我全身的、欸，哎、欸，全身的直播哎、欸，大家看得到我的脸吗？你要后退一点，这样子。我穿拖鞋，对，以前是可爱的。Hello， 一次穿啊？那我这衣服皱皱的。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恭喜！因为他刚整理好，虽然他现在开始还是很乱，因为他裙摆太长。我要唱过年歌了，我要跟大家拜年，我要跟大家拜年。我很少在拜年，没有在拜年了。大家会去别人家拜年吗？我都不会。哎，我现在要跟大家拜年咯，准备好。地上有东西，我的眉笔啊，眉铺。哎呦，撞到头了。哎、欸，谁抢红粉？谁没差啊？提前拜年哦。对了，可是哦，还是我初一在跟你们拜年，可是我今天就迫不及待了。谢谢红包，谢谢艾拉的红包。拜早年。可我柜子有点乱，我把它关起来好了，这样比较背景比较干净，怕看起来有点乱。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，不然太乱了。过年歌，恭喜你啊！那个歌是什么、啊？恭喜哦！哇，这个超干净的，恭喜你呀、啊！你可以后退一点，这样子。哎呦，旁边有点乱。哇！我要小声一点，还是我关窗户？算了，不要关。超难得的，有没有？好嗨哦，好嗨哦！平常都是坐着的布丁，我今天要让你们看那个各种角度的布丁，因为平常这里都乱乱的，我现在把它整理干净，又有空间了。还有红包。
在准真的红吗？前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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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啊，还没干嘛？你要拜年哦？没有，我之前这里原本有放一些东西，但是我现在把它清掉了。还比较精神，因为平常在那个什么，平常在工作室那边就只有一个，就一个座位，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好喘，边唱边跳，就平常没有空间可以给我站，对，平常被椅子局限住我的热情了。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好白痴哦！打扫房间自己的天马房哈，发现什么？没有，没事，我只是跳个舞嘛。大家都没有看过布丁现场啊？有啦，都没有看过布丁直播跳舞。什么？难得布丁直播跳舞，你要开心一点。还有什么歌啊？不会了，来跳舞，呵呵，不知道跳什么。耶，这里干净的布丁，没有湿头。哎，我以前真的做过，但不见了。就是以前有做那个小学的时候做那个舞龙舞狮的头。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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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焕然一新，哈，焕然一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呜呜呜呜呜呜！要扔的衣服们，迷因图成的，哎，不要拿我做迷因嘛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过年前别吗？不会啦，他很耐，很耐咬。他很耐咬啦。
来跳一个什么？不知道跳什么。傻眼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你可以拿这个做那个恭喜，然后就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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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我今天要给大家看到365度的我。什么手上有拿东西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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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把我做成长辈图哦，我可以拍一张长辈图。10分钟我跳那么久吗？那就让大家看到会动的我，有没有很不得，很值得，很不值得？平安喜乐，真的。平安喜乐，等一下，大家这么开心哦，呵呵，要这样认同请分享，平安喜乐，赚大钱，发大财，不禁祝你发大财。祝你！哎，我那个什么都，我来唱发，但我忘记怎么跳了。发，怎么跳啊？我真的会跳，我忘记怎么跳了。我已经开始预习明天的舞蹈，不是啊？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Don't happy。我这边好像不是跳这个哎、欸，那我乱跳的，哈哈哈！我们这好像是自编的吧？忘记怎么跳了，不会跳，我到底跳了什么？我忘记我跳什么了。那祝你新年发大财、欸，我真的忘记我跳什么。可是我没有站起来跳，我没有站起来啊。什么？祝你发大财。舞蹈，这个吗？
我到底跳了什么啊？我忘记我跳了什么。发财，愉快，抛开，笑口常开。祝祝祝祝你新年发福又发财，来来来来把好运装满在口袋，拜拜拜拜来烦恼全部都拜拜，只有精彩。祝福你，祝你心安。哎，不对啊，今年是牛年，我累了，我坐一下。天天快乐，大声说祝你发大财。今年，我现在找今年要跳什么，明天要跳什么？牛年歌，牛年新年歌。哎呦，今年也有歌哦，黄明志牛年贺岁歌曲，哎，他今年也有牛年的歌哦。啊，不错，我要来跳这个。我是一只牛，看有没有舞蹈。他今年也有出歌哎，那没有那个。我现在播歌会不会外面都听得到？真的假的？我没有跟上潮流，没谱。好可爱哦，可爱满格。魔魔魔魔，他居然是慢歌哎，我以为会是快歌。魔魔魔魔，魔，不是好运来，对啊，这个有点慢，魔魔魔。我原本跟姐姐说我们来跳超跑情人梦，我要来跳超跑情人梦，但我不会跳，我只会跳那个。我要用超跑情人梦给大家结尾一下，我就要关我的直播了。这里有示范，来看大家怎么跳。我要学他跳舞。这好累哦。好累哦，我好累哦。
我累了，我看你们留什么。我不会跳。谢谢粉丸的红白一元棒。好累哦，怎么办？我要这里保险，啊！我要结束了，大家，我要这里保险，把这个脚架挑起来，我才能讲话。我要这里房间了，大家，拜拜。好了，我要赶快，我要结束直播，我要这里房间。哇，这里房间别吃，不要。对啊，而且我其实不会跳，我可能跳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。哎，我这特效是怎样？我可能跳的有点拙 ，clumsy。等一下，我要念榜了，大家。好热，第一次没事，菜马叔叔。第九没事，茄子。你在外面拍听不到啦。哦吼吼，再听一次。第八没事，阿 K 啦。我小声点，我刚好像太大声。第七没事，艾拉。第六没事，贝。第五名是空白，第四名是小虚，第三名是旅冠，第二名是整尊，第一名是本丸，哎不，哎真的假的听得到？你们听力那么好，这里隔音这么差？没关系，我初一还会直播，我初一再来。你也要跳舞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！谢谢粉丸的掌声鼓励，我初一再看看来跳什么歌。哎，后天呢，很快，后天见大家。初一我再跳一次。我不要穿这个，这穿这个很难跳，我要穿好看一点的。还是我穿那个，刚那个红色的。大家新年快乐！希望大家可以，哎，大家还会领到红包吗？不知道。大家祝我领多一点红包。希望大家还有红包可以领哦，拜托，加油！发点红包啊，还是大家要发红包给我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奔向新未来，什么东西？奔奔奔，这个奔，奔奔。不是这个奔，奔，人三个牛嘞，奔，哎呦，一直没传出去，奔，拜拜，晚安，我要去整理房间，拜拜，晚安。轰隆隆隆隆隆，敲敲敲敲，拉风，引擎发动，手铐。